家女子在树下，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。俺家的石头爷爷在我一笔内心成过画，揉成泪光后面住着青鸟山云的文化，老先生讲我分五次不同色调不同的韵法，还有白云山的丹青而作画，泉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。俺家的时候爷爷叫我一笔内心中国画，揉成泪光后面住着青鸟山云的文化，老先生讲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泉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